是管乐曲的，一位是管演戏的，所以有很多演艺人员呢，他所拜拜的主神也会去拜田都王，田都元帅，还有西秦王爷哦。所以呢，这个呢，就很多演艺人员会去拜的两尊的神尊哦。所以呢，刚刚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北管所组成的，那南管呢，它的曲北管大部分都是以所声音的时尊会请北管或者是南管哦去做祝寿的一个演奏哦。那我们现在恭迎圣驾，接下来腾首相六哦，这是来自呢我们台北关。我们台北关渡宫关渡二妈，来感谢感谢我们的前导哦，有的整个的领导，谢谢谢谢。那很雄心没有妈祖娘娘哦，那转线诶信道非常非常的真哦。那个每一年的三月哦，是咱妈祖佛出巡的日子，所以呢，其实呢，妈祖佛在咱全省哦，所有的信众非常非常的多。那妈祖佛哦，非常非常的慈悲哦，很多人都说妈祖佛就是咱家的母亲同款哦，所以大家会追随着咱妈祖佛。我们知道妈祖佛是谁？你们，我来问一个人，他知不知道？周叔也嘛是同款。伊比如着咱淡水地区，咱所有的头家老板，咱所有的平民百姓，大家拢会当安居乐业，会当素食无灾。当然哦，有真济，伊真济的时阵，真济人哦，有闲的时候拢会过去咱清水岩遐来拜访哦，来祈求着咱的蓬莱神咒，咱的清水宗师会当来庇佑哦。其实呢，有很多神迹哦，大家也可以上网去 Google。或者是直接去咱淡水七水岩那边哦，大家可以进庙去拜拜哦。地仙人公五百五波平哦，其实六位神尊都是一样的，人公亚桃沙切五星莲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大家呢要种福田，要种福报。除了呢，不是呢，除了为自己之外，也要更为家里的人哦。